在经济部技术处与公路总局支持下，工研院与黎明工程合作发展我国第一套无人机桥梁巡查系统，检测流程及时且自动，完成解决桥侧、桥底、墩柱检测，并运用裂化影像 AI 分析技术，多时序检测，分析并追踪桥梁裂化情形及维修历程。以自行开发的智慧量测 APP 搭载于无人机上，会以手持装置拍摄巡检影像，据远端遥控录影、拍照、自动上传及量测使用三维影像等多项功能，快速完成检测工作。所得的桥检资料运用 AI 辨识技术，已完成混凝土裂缝、剥落、钢筋外露及钢桥之螺栓、油漆剥落、生锈等裂化辨识模型。本研发成果荣获2011年交通部举办无人机整合示范计划比赛第一优胜，成为无人机桥梁检测的重要典范。